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真小李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运用新的制程技术，导入新的制作理念，打造出 SB 超级素材的诞生过程。什么是 SB 素材呢？ SB 是 Super Blank 的缩写，也包含更深入一层 Slim and Thin 的意义。 S 代表着极度细深的视觉感， B 代表着可承受极度弯曲的考验，成就超级强韧 SB 素材。SB 素材的理念最原始的构思是从一场矛盾中而起。多年前，我们就尝试使用实心复合加工技术，制造出钓友想要的强韧素材，但却面对到钓友需要长时间手持超竿、重量太沉重的问题。虽然强度无可挑剔，但整体的重量以及手感跟空心的素材还是有一段的差距。基于要让素材更强韧，并可承受高角度弯曲的目标，又可希望可以突破纯实心素材的手感重量问题，两者之间的矛盾让我激发出如何制造实心与空心素材的结合想法。一般实心与空心的结合就是我们俗称的龙凤尾，绝大多数龙凤尾的设计精神主要取其实心尾的名，结合后段空心的轻，但采用这样的接技工法，在接点的强度上还是完全无法实现 SB 素材的精髓。经过两年多来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测试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已无法很轻易的估算成本。幸运的是，今年在制程的稳定度上大大提升，其中包含强度、直度和增圆度，终于达到可量产商品化的程度。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 SB 素材结合龙凤尾元素，取其实心的强和空心的轻，无缝精密加工，运用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加工技术，成就 SB 素材多项特点。一、极纤细，大约仅仅一支圆珠笔粗细，成品除了降低风阻，也是一种高视觉的享受。钓竿除了实用之外，也是钓友展现个人品味的工具。二、超弯曲，可承受垂直死亡角度，颠覆您对复合材料想象的空间。三、高感度，竿纤结合实心元素，锥度可灵活调整，实现高感度的目标。四、高刚性，竿身中度采多层次复合工法，组合不同吨数的素材原料及多项维度的纤维，增加薄鱼的稳定性。五、超强度，强度就是 SB 素材最大的特点，不畏惧高角度、高承载的挑战。六、舒适感， SB 素材导入龙凤尾制程，比起传统纯实心系统，自重表现更优一等。未来我们会将 SB 素材运用在更多的敲底船钓、铁板及游动丸等钓法上，勇于挑战未知的领域，才能发挥 SB 素材无极限的价值。